帝国历779年十二月初，紫川家族第78次全体元老评议大会提前召开，经元老会投票决定，行政处停止一切工作，以歌山为代表的一干人员等待议会传召。检查期间，驻外军队全部原地待命。大人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回上都。大人，出事了。